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周星哲，这是我的最好朋友，今天来当我的嘉宾，这是 Jeffre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ffrey。我跟 Jeffrey 呢是在国中12岁的时候认识的，我看到他我就说，哎，要去打个乒乓球，然后打完我们就变最好朋友，对对对 ，That's kind of how it happened。在那瞬间，我就变 best friend 了。Yep。最欣赏就是他是一个很有自信，有时候也蛮自大的，只是没有，我很谦虚的，只是他永远都是把朋友放第一的。Jeffrey 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一个人，他是那种餐局如果只要有他，你就不会觉得尴尬。常常压力很大的时候，跟他一起玩耍、一起 hang out 就是一个很舒压的一件事情。我觉得我们互相的存在就是一个最大的鼓励吧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彼此都知道，不管怎样，对方都会。用的帮助 ，there to support， 对 ，there to support。我会对 Jeffrey 说，很开心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，然后希望我们的友情可以一直从黑发到白发。可是我就常常跟他说，就是我希望我们感情可以一直延续到我们，如果有一天有小孩，然后我们小孩还是可以彼此玩在一起嘛，就是一个大家庭，一个大家庭。他单身，所以我希望这个报道让他爆红，对吗？你急吗？你还好吧？急啊。没有，现在不好说。